共和国元帅的称号。朝鲜人民军名誉卫军队队长向金正恩报告，受阅部队已经列队完毕，请检阅。我们注意看，这一次参加阅兵式的还包括金正恩的夫人李学主。过去在阅兵式上，李学主是几乎没有参加过的，而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之前又回到了金日成广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이시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武력최고사령관이신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이전국민당리설주여사와함께广场指挥官金正恩同志走上观礼台。金正恩同志께봐리설주여사께소년단원들이향기풍부한金正恩和李学主献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大致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陪同金正恩参加这次阅兵式的主要官员的一些情况变化。这也是这次。当中一般会升两个旗，一个是朝鲜的国旗，一个是朝鲜劳动党的党旗。从2020年开始，阅兵式上我们看到旗杆也少了一个，留下的只有朝鲜国旗的旗杆。很多的分析认为，金正恩在执政之后，2012年开始，首先调整的是他的父亲金正日的先军政治，将大量的经济事务从军方的范围之内调整到朝鲜劳动党的工作范围之内。经历了2018年、2019年与韩国和美国的对话之后，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是，朝鲜更加强调的是国家意志。在大型活动当中都大量使用国旗这种形式来凝聚民众的信心。우리의존엄이며영광인국기가하늘에올랐습니다높이휘날리라공화국기여朝鲜中央电视台解说说，高高飘扬吧，我们共和国的国旗，迎风飘扬吧，我们共和国的国旗。用强大祖国的力量，让我们一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表誓死的拥护，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委员画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讲话，他讲话的内容重点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回顾了人民革命军在1932年4月25号建军之后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重点强调当时建军的伟大精神是朝鲜过去90年发展的重要的内容和基石，只有这些精神的支撑和烘托和力量，才能局势非常的不好，是强对强的对抗，需要加强武装力量建设。我们继续来回到阅兵式现场的画面来看到的话，是朝鲜这一次纪念人民革命军成立90周年阅兵式的指挥官
到了一点，就是外部形势是非常的险恶，尤其是半岛的局势比较险恶，所以作为朝鲜人民军来讲的话，有必要强化自己的作战能力。你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呢，就是阅兵总指挥来对部队进行检阅，那么从部队至关重要。那么金正恩在讲话里面其实还重点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核力量，也就是要重点发展核力量来确保整个国家安全，政权安全，这个也是建军90年朝鲜最大的收获。朝鲜从军力的角度，这种军事能力来做到止战，这种止战的话恰恰是朝鲜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我们下面所看到的就是阅兵总指挥在经过装备方阵，那么经过装备方阵走一圈之后的话，下面将会展开的是分列式。其实我们从朝鲜的军事能力发展来看的话，这一次的阅兵参加阅兵的装备台次比以前是大幅度的提高，而且我们在看装备的时候，不仅仅要看究竟有哪些武器装备，到底是陆军的还是其他各个军兵种的，另外也需要看到的就是某一型装备究竟装备的数量有多少，是只有一台还是有多台。其实这个恰恰体现出来朝鲜的这种武器装备是不是已经批量化生产，是不是已经正式形成战斗力。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朝鲜的阅兵，从中能够管窥朝鲜的战斗力经过90年的发展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了，作为朝鲜来讲的话，为什么要在夜间阅兵。夜间阅兵的话，朝鲜呢其实把一个灯光秀包括狂欢节和阅兵结合起来，这也是朝鲜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另外呢，作为朝鲜在阅兵期间如果能够利用夜色来对自己的武器装备做到一定的隐蔽，包括用黑暗来做隐蔽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而且在过去的阅兵期间的话，夜间甚至有航空兵，无论是陆军航空兵还是空军航空兵，都有飞机来展示。其实这个其实对于朝鲜来讲的话，它要展示的也是自身的夜战能力。那么现代战争无论科技怎么发展，无论红外技术以及其他的可视化技术怎么发展，那么夜战对于很多国家军队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难题。朝鲜在目前这种形势下的话，所展示夜间阅兵可以说是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其实这里面除了要把这次阅兵办得更加隆重更加盛大，其实也有很强的军事含义在里面。那么下面我们看到的阅兵总指挥已经完成了对受阅部队阅兵式，阅兵式结束之后的话，下一步要进行的就是分列式。由阅兵总指挥向金正恩来报告。展现出来另外一款一系列的导弹叫北极星导弹，
北极星导弹才是真正朝鲜未来将会重点发展的战术武器以及战略武器，因为北极星导弹它是固体导弹，一方面的话可以有中程的北极星一型二型导弹，另外还可以有三型四型这种新型的导弹，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朝鲜在武器装备展示过程中很多大杀器也都是展现出来，包括火星17导弹的展示也表明这种导弹经过试验也具备了服役的能力，当然这个次数还是偏少一些。